这个白水面，没别的吃的吗？咱们那个螃蟹呢？还没做啊？螃蟹给孩子留着呀。咱们下次能不能吃点好的？这都啥呀？这甜水面，这个辣你咋吃啊？把那个螃蟹弄上吃啊？就那几条给孩子留着。现在吃螃蟹不用担心，现在正是大闸蟹上市的日子，阳澄湖特大鲜活螃蟹，现在水产基地执法，一只不到2块钱，还是全程航空冷链到家，死蟹放心包赔。截止12月31日，视频同款给你放左下角了。这个价格，这个服务还等什么？还不快冲！你早说嘛，几个螃蟹我还舍不得吃，我现在就买。你不是不吃吗？不是辣吗？